大家好，今天介绍胡坤荣的《水的幻想》这件作品呢，是创作于2010年，它的副标题是向塞尚致敬。我想是一位以几何抽象、硬边、低线为主要风格的一位艺术家非常重要的一件作品。在《水的幻想》的呈现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五连符的作品，而透过五连符的形式结构，看到它这个时期属于移动系列的这个创作里面的一个特色，就是以粉色系、粉绿、粉蓝、粉红、粉紫这样的一个色系来传达一种带有光的这个色彩表现。而我们很熟悉的现代主义之父塞尚，他的绘画中其实也传达着一种对于世界采取一种新的思考，然后在新的思考之中去探求世界存在的本质这样的一个绘画的理念。而在塞尚所关注的一种绘画知觉的这个特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水的幻想似乎也用了刚刚所说的这种有很强烈的色光特色的这种色彩，表达出了不断在变换的这种知觉经验。而整幅作品用水的幻想来传达的时候，特别让我们感受到这件作品虽然仍旧是以胡坤荣老师他惯常的几何结构的这种色彩形式来表达，可是作品却因为这个水的联想，它产生了一种比较动态的变化，以及从五连符的这个大小不同的这个结构里面产生向外蔓延的或者是穿梭的一种联想。那第二件作品也是同一年的春之祭，这一件以音乐的主题来命名的作品呢，是以粉色、粉红色作为它的基调。在粉红色的这个基调上面，我们看到了许多灰色的、粉蓝色、粉绿色的色彩，它搭配出一个很具空间结构性的想象。我们往往望着这个作品在凝视的过程，会觉得我们好像可以随着这些色彩跟结构穿梭在画面的有形跟无形的空间之间，甚至于会觉得好像在一般的物理性空间的经验里面，它创造了不可能存在的一种迷宫空间，或者是背后隐藏的奇特空间。那在这样的一种画面的表现里面，它体现出二度平面的绘画，却展现出像空间剧场一般的一种奇妙的结构跟张力。胡坤荣的创作在几何抽象的发展的脉络里面呈现出他从1980年代初一直到现在都不断在推进的艺术发展的轨迹，在他非常稳健的抽象风格之中仍旧体现着他不同时期的色彩的变化，以及在空间创造的时候不同的这个节奏感跟不同的这个时代的氛围。从2010年的这两件作品，我们更可以感觉到在一种都会氛围，然后霓虹灯充满的这种时代感中即使是一种理性几何的作品，也能够传达这样的一个活泼变化的时代性。